花莲七宝山下有松庄、梅园、竹村、古园几个村庄，有几十户农民在这里从事农业开发的工作，过着一种安静的生活。他们在海拔一两千公尺的山上种的白菜又大又香甜，因为山上很少有虫害，所以不需要用农药，有些大的餐厅都事先向他们订货。村庄里的小朋友在暑假里经常在一起玩，在青山绿水之间，大家玩得很高兴。